猫爸爸带孩子有多无语？给你，你的宝贝女儿，今天该你带她了。会奔动。妈妈，她快把我贴出脑震荡了，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？还来是吧？我走。烦死了，只好去找依依了。终于可以睡觉了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能不能回自己房间睡了？看我不好好教育你。赶紧回自己寝室睡吧。宝宝，我今天带孩子好累，你都不安慰我一下。你把床弄这么脏，我怎么睡啊？你别跑呀，让我妈打扫一下就好了。您别打了，我这就去打扫。这个海尔双杯除螨仪，它的吸力高达14000帕，配合加宽的吸尘口，可以轻松把看不见的螨虫、猫毛、灰尘全部吸走。底部滚刷拥有每分钟7万次深层拍打，配合 LED 紫外线，可以杀死大量微生物。它还有56度的热风烘干，阴雨天也能除湿除螨。妈呀，这也太脏了！宝宝，我们可以去睡了。海尔除螨仪把被窝除螨得很彻底，暖烘烘的好舒服。